亲爱的朋友，你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啊？蟑螂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！或者有这样的情形啊？蟑螂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！这样的情形，你愿意天天都上演吗？就算打死一两只，其他蟑螂的繁殖速度还是会以50倍的速度成长。如果不能一口气全部杀光光，就算只剩下的一两只，还是可能卷土重来。你愿意让历史再次重演吗？陛下，您交饵料后不会马上死亡，而会回到巢穴才死亡，而死掉的蟑螂又会被其他同伴吃掉，就这样一传十，十传的就全部死光光了，让您一次投饵百倍效果。蟑螂为何是人类的敌人？因为蟑螂常出没于垃圾堆、粪坑、排水沟内、竹屋纳垢，然后夜间侵入厨房，爬到食物餐具上污染食物，又因其分泌之富肉蒙蟑螂味，常令人引起过敏，严重者还会晕眩。蟑螂的传染病有霍乱、鼠疫、炭疽、麻疹、结核、伤寒等。据医学专家表示，霍乱弧菌在它的消化道内能活79个小时，也就是死后还有3天的传染力。对于人类，蟑螂真是该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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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市面上许多灭蟑用品，粘蟑屋只能杀死走进来的那几只，没进来的继续繁殖。饵盒定剂硬如磐石，蟑螂根本啃不动。杀虫剂要亲眼看见才能发动，3天就可看出效果。气味芬芳，主动吸引蟑螂吞食。主要成分陶丝松，能有效抑制蟑螂代谢系统，造成心跳变慢、呼吸系统衰竭、耗氧量减少，最后麻痹死亡。再被同伴啃食，继续毒杀同伴。投饵一次，百倍效果，是目前最有效、最安全、最主动、对环境最好的杀蟑方式。蟑螂已经在地球生存了3.5亿年了，虽然号称打不死的小强，